公司的代志这么不闲，你若愿意陪我出来约会，我真足欢喜。这是真的用心安排，我无什么高贵的心意。对哦，有一件代志我真是想不通。当年我叫林三姐，一无所有，你是介意我多一点？一切，你的一切我拢爱。你的人，你的友好，你的声音，我拢爱。啊，若无当初，我是安怎用所有的关系去救你妈妈？当年咱的身份地位差遮尔多，我真想袂到你会介意我。后来，我全力打拼事业，我就是想要做一个配得起你的翁婿。想袂到我煞无注意到，你是毋是想过小宝？小宝敢需要别人的爱？千强，你敢知影？我等你这句话等偌久？这几年，我看你一直咧无闲事业，所有孤单、寂寞，我拢家己忍受。千强，我真足需要你对我的爱。我好你的爱，敢会想我？妹，一定要相信我。自我认识你以后，我的心内都无其他查甫人啊。我上久无讲这三个字，你让我惊着。不要紧，咱今仔早早来，今仔日有足侪时间呢。我拢是你的。丽红，你到底是什么款的查甫人？你是不是伫别个查甫人面头前？嘛是这么温柔，这么善良，你是不是也对那个查甫人讲同样的话？你今天若是不解释清楚，我就跟阿爸讲你有外遇。我以为我想要公司有重要代志要处理。你好好享受了哦，先去公司。新强，请问你敢有认识陈静辉？是，我是伊的太太。请问你是？我是国际慈善救援队志工啦。这是我的工作证。林先生，请问有啥物代志啊？我总算是找到你啊啦。这是单身生的物件啦，请你开门点手一下。我先生的物件。林美伟的消息啊，即摆人伫倒位啊？真遗憾啦，单身生伫真侪年前伫台南阿的庄卡已经过身了。心啊，是啦。等下来，请你冷静一下听我讲啦。
啊，因为吼，迄当然是无人熟悉陈先生啦，啊，所以陈先生大体吼真紧就火化，啊，干那留下这物件尔啦。啊，我嘛是吼最近去遐服务，迄当地人吼才有机会甲这物件交互阮的。我是照着陈先生身份证顶边的资料吼，才有法度找到你。陈太太，啊，实在是真遗憾啦，啊，请一下啦吼，哦，我先来离开啊。对象，阿哥，你也袂抱过小春，你也袂听过紫薇，还阁有小春叫你一声爸爸，你敢知影？因为我想要看到伊家己的爸爸。你别偷跑，回去！你别有啊！
江小姐，你别跟我要。江小姐，是发生什么大事？你哪里想不开啊？我真正无法度，你给我放过，你别管我了。江小姐，你较冷静，你顾囡仔呢？你安尼做是唔对的，敢讲你别管伊呐？你根本啥物拢唔知影。你竟给我放过，你竟给我放过！江小姐，你别激动啊！是为了跟我有段仇怨吗？还是说话？我不，你给我放过！江小姐，江小姐，就算讲有天大的困难，只要讲我咧都有希望，无什么代志是无都度过。手机找到回来，高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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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江小姐的勇真坚强，奈雄雄安尼想袂开，敢是烈风哥对伊做甚物代志？安全了，为着你的囡仔，请你一定要坚强。处长，那个是你把我妈叫，我妈是安怎？是不是顶届要害伊人，搁带伊出去哇？应该不是顶届一定啦，是我拄仔伫海边散步，雄雄看到你妈无顾性命危险，为海内面冲，好佳在我看到，我若无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讲啥物？我妈想袂开。我妈到底是犯什么代志？我竟然不知影伊有这种想法。你先别出气，你妈用心坚强，有恁弟身躯被背叛，我相信伊真紧就会振作。董事长，真正足感谢你甲救我妈一届，真正足多谢，真正多谢。这无什么，我只做我应该做的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好，我背叛你妈，伊即马上需要的。就是恁的背叛，妈，你真惨啊！哎，皮啊，你醒醒啊！我都知影你伫倒来阮的身躯边，妈，你看好清楚，我是紫薇啊，妈。妈，这个人我你还无其他人啊？
妈，你是安怎啦？你是不是搁看到真像爸的人啊？关注你。